邱思璇1979年出生在韩国大邱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毕业于韩国檀国大学戏曲系。因为妹妹小时候意外溺水而亡，妈妈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。邱思璇的童年一直生活得小心翼翼。17岁出道，报道指出18岁时母亲抛弃了她，改嫁到日本，留她一个人在首尔生活。邱思璇从小缺乏爱，奶奶家容不下她，于是她靠自己赚取生活费。他从小便学会了坚强，同龄孩子都是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，而邱思璇的童年是没有人疼爱的，凄惨经历令网友纷纷落泪。早在2003年，他就和彭于晏合作了偶像剧《恋香》，随后接连出演了《大齐英雄传》《楚留香传奇》等。2011年，邱思璇出演了《回家的诱惑》，让他大火。想当年来中发展的韩国女演员，来一个扑街一个，张娜拉至今还被封杀，蔡琳演过几部电视剧，并没有太大的动静。邱思璇也算得上最近几年在中国最红、发展最好的韩国女演员了吧。2015年，邱思璇在微博公开与于晓光的恋情，并写道：“你是我遇到过世界上最好、最优秀的人，谢谢你爱我。”经过2年的恋情，这对跨国恋情总算是修成正果。婚后，邱思璇不管是演艺事业还是婚姻生活，都令人羡慕。更为瞩目的一点是，要数38岁的她越发风韵迷人。